没想到与掌门实力相当的玄天王朝皇帝居然如此虚弱，还正好是斗修罗作乱的关键时刻，难怪会需要我们凌霄宗前来助阵。陈云，那个老头好像中毒了，味道好难闻啊。中毒？难道又是斗修罗做的？但是洛天眼的脑袋上的信息是……父皇，你还是下去休息吧，朝会就交由儿臣来主持吧。洛经纶，功不要紧，这朝会除了见识下凌霄宗的道友外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宣布。斗修罗之事事关我玄天王朝之根基，便交由你二人来统筹了，谁在此番事件中功劳大，谁就是弟子。儿臣领命。父皇啊父皇，你果然是老糊涂了，这下麻烦了。近期机缘，十日后融合堕修罗魔血，成为魔血修士，成功突破到化神期。果然堕修罗和这大皇子有关系，让他查堕修罗，洛西怎么可能能赢？洛西，我用师父传我的手段探查了一下，那大皇子恐怕和堕修罗有关系。果然，我早就怀疑他了，曾经他也是温柔善良的人，只是半年前在天宇山遭人袭杀，回来后就性情大变，变成了野心勃勃的人。既然如此，你调查过天宇山吗？你怀疑他和堕修罗的勾结就是从天宇山开始的？对呀，我一直调查他身边的人，怎么忘了这个最大的线索？没错，不过大皇子狡诈，我们若是去太多人一定会被察觉，就由你我和林师姐三人前往就够了。大哥，你猜的果然没错，我手下的人看见洛西和陈云、林诗雨三人朝着天宇山去了。洛西那蠢货终于察觉到天宇山的问题了。希望我给他们准备的惊喜能让他们满意。小泉啊，你最近的表现那位大人很满意，这两天给你准备的陨堕丹就快完成了。真的是陨堕丹吗？有了这枚陨堕丹，足以让我提升至金丹圆满。大哥，你别杀那陈云，把他留给我。等我得到陨堕丹，就是陈云你的死期了。区区陈云算什么？我记得你好像还挺喜欢那林诗雨，等事成了，我便把那林诗雨也赏赐给你。大哥，那林诗雨可是凌霄宗长老，还是个黄血修士啊，他一旦出事，凌霄宗那边恐怕……黄血修士算什么？你忘了凌霄宗面对祸蛇的下场？待到那位大人复苏，区区凌霄宗算什么东西？别说是凌霄宗，纵使整个修仙界都将臣服在我的脚下。天宇山很大，效率起见，分开寻找比较好。若是遇到危险，就撕开纸鹤来联系其他二人。好。人族的皇子来消息了，让我们抓住一男两女三修士，要活的。其中两个女的要小心，她们分别继承了黄血和龙血。那又如何？我们这里三个妖王，还能输了不成？嘿嘿嘿，听说里面那个男修士是最弱的，那他就交给我了，我最喜欢欺凌弱小了。那林诗雨就交给我，我倒要看看是我们一族的风啸鹰血脉厉害，还是他的凤凰血脉厉害。赶紧出发吧，一切都是为了堕修罗大人。一路上虽然见到些精怪，却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，想要搜遍整个天宇山恐怕需要几日的时间。陈云，有好吃的味道过来了。来了，速度还挺快，不过威力好像也就那样。不错，能躲过这一击，你在金丹期修士中倒也算得上优秀。妖族看着气势还是一方妖王，
看来我们没来错地方。妖王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还有人类的小女孩在，也好，就当是加餐了。陈云，我能吃掉他吗？急什么？好不容易遇到个妖王，等我抓住他问完话，你再吃也不迟。区区金丹修士，胆敢口出狂言，本王要你的命！给我倒下！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变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都市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竟成豪门气少。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气少，火热开播。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邪鬼，圣殿刚。解锁末世的99个女主。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在世，你是说玄机和那个叫阴机的女子勾结了？爹，何时才能为您告状啊？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。妙手神医每周二周四周六更新一集，火爆上线，等你来看。